我初中高中几年就在这一片住，晚上就和一帮朋友在这里打球打台球，啊，现在已经台球室已经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些宵夜的摊子，然后晚上就是打球啊，宵夜吃东西。我妈1987年开始在汉中街做小生意，做卖服装嘛，嗯，这样。然后我爸就是一个建筑公司，后来就是，反正他们也都各忙各的，对我的学习啊、生活也操心的比较少。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每天晚上就是一大桌人吃饭打麻将，回家看到他们打麻将我就有点烦，我爸叫我去洗什么菜我不记得了，然后我说我便帮别人洗菜，然后他就很生气，刚从锅里捞出来的煮好的一个毛豆往我身上泼过来，然后我就一拳对着他脸上了。我也很少回家住，就是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跟一些朋友家里住，对吧？这样到处住，反正。就是以前叫60中学，然后初中3年我在那边，啊，高中3年是在这边。有一天班主任就说，今天下午我们要选班长，你知道吗？然后每个人的名字都在黑板上，投票之后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他说喂啊，他说你票最高应该是你当班长，但是呢你的学习成绩不是最好，不能起到带头模范作用，所以呢这个班长还是我们定给谁谁谁谁谁。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很大。然后有一次我的同桌哭着用手捂着嘴披头散发，然后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班主任把他推倒，然后试图去强奸他。我就和我另外一个朋友起草了一个联名要求换班主任的倡议书，然后叫班上的那个同学签名。后来校长就跟我谈，说然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老师，什么说废话。就是那个事情之后，我不尊重任何一个老师了。我跟我们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教务处主任，我都跟他们打过架，在学校名气很不好。就每天就出去玩，但是也没工作，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方向，人生方向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就直到周围一些朋友开始吸毒之后，我就想离开这个环境，离开这个圈子，但是也没有一个目标。有一天无意之中在江汉路逛的时候，一个书摊看到北京有个迷笛学校，招生啊，教什么架子鼓啊、吉他、贝斯，因为我是不是可以去那个北京，去那个学校去学，然后这样我也不用在武汉待着。我对音乐完全没有兴趣，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要以后要去搞乐队什么的。去的时候就认识了我们乐队的第一任鼓手和吉他手。我很阳光的那个感觉，长头发，就是走路也很快，我们就3个人住在一起。然后跟我之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所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很单纯，白天上课，晚上在家练琴，很刻苦的，早上4-5点钟就爬起来，你就听到哒哒哒。没想过什么出名啊赚钱，从没想过这个，就是大家一块玩，还练一些我们喜欢的乐队的歌。那个时候北京有这种商店专卖打口磁带嘛，国外的那种卖不完的作为垃圾运到中国来，各种风格各种乐队我一个个听。 Nirvana 是让我决定自己写歌的一个乐队，乐队名字也是在那个时候想的，生命之饼，它是来自于圣经嘛，就指的耶稣的身体，就是他们的食物嘛，我的血就是酒。96年，
吴维就说他要回武汉来，然后就问我，就你要不要到武汉去。到了武汉，当时是一下火车下很大的雨，吴维来接我了。当时来武汉，我就自己带了一套鼓，就支在他的房间里面，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排练，那很恐怖的，那个鼓一打，那整个楼都听得到的。在家里面排练不会长久的，后来就想办法去找到另外的别的地方，就像是打游击一样的，特别是排练，你完全没有办法在一个固定，可能你刚找到一个地方，搞不了多久，马上就有人来赶你走了。所以我房间里很少有我自己东西。就是随时可能就准备搬家，那么所以就基本上是在外面住，就是流动性比较大。1996年12月份的时候，那是生命之饼第一个演出，当时排练其实排得好好的，但是一演出的时候，当我坐在那个鼓上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面一片空白，我就跟吴慧想，我说我什么都记不住了，哎，他说你就不管了，你就打吧，这样，真的我就不知道我是怎么打，反正就是一阵乱打。但是就很奇怪的，就是那个下面那个观众啊，那个感觉就是就像疯了一样。之前的乐队都不一样，因为他一上来他就说大家都别坐着，都站起来吧，而且都往前站一点，然后站到舞台偏前面来一点。这个人特别的放肆，特别狂野，觉得很惊讶，就是看到这样的乐队。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吴维的名字。我们演了两首歌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观众就跳上舞台，就把吴维抱着就亲他，你知道，但是你知道那是一个男的，那不是一个女的。我们到第三首歌的时候，因为太紧张了，而且我们的歌速度很快，就基本上打不动了，就手脚就完全很僵硬，其实吴维也弹不动了。那个时候就他把贝斯直接就扔了以后就这样跳下去了，你知道吗？就这样跳下去了。我看到他第一眼感觉我操，看起来是像一只大狗那种，大狗那种感觉。去看他排练呀，助你们打鼓啊，他慢慢的就认识了其他的很多的朋友。喝着啤酒，弹音乐，然后就这个乐队好听，然后哎，我这有，我刚刚买的这个乐队什么 CD， 然后哎，你把你的那歌给我翻一下，就是那样子，我们就是一个小团体那样子。然后聚集到一定的人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要玩乐队，有四到五个乐队，然后的人员都是互相串，就是帮忙。没有其他的一首。放音乐它需要有力度和速度，是很累的。在武汉其实可能也有打鼓的，但是对玩这个音乐点不是太能够适应，我就总要去帮其他的乐队打。最多的时候我要给五个乐队打，演出完以后发高烧就躺了3天，因为太累了。玩音乐就是一种本能，如果你心里住了一个魔鬼的话，你有可能去尝试一下玩摇滚呀、什么的，有一种东西在你心里，那个魔鬼住在你心里，你把它放出来，这种。
史豆乐，史豆乐这个是最好的乐队。好像你可以理解成你要拼命的玩，一直玩到死，或者你可以拼命的去搞一些乐趣啊什么的。这个我很喜欢，这个是十来个人，我记得在吴威家里，下午的时候太阳就从窗户外面照过来，我就放这盘磁带，一直放一直放，直到那个太阳落山，一下午就听这个，我很喜欢。还有这个斯肯尼迪，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乐队，我每次听到它我就有一种尾椎骨被电击的感觉，好像血就在你的血管里面啊，就是那种感觉。96年跟祝宁吴威认识，刚去武汉我就傻了，我本来就是外地人，身上钱袋也不多，哎呦，一大帮武汉朋克那帮人那帮哥们儿，然后过来就是碰头了，见面聊天啊什么的，然后吃早饭嘛，十几个人跑吃早饭，一吃完没一小会儿，哎，人呢都不见了，还是老板结账，然后都你人付。按照那种昆虫类的那种感觉，真的就是你是块肉的话，绝对把你啃到骨头都不剩。武汉脏乱差，它是一个交错一个地方，做买卖的人来回都要经过这个城市，吐点口水。这玩朋克的本身就很脏，说话就很脏，办些事儿也很脏，乱。武汉朋克也很乱，这男男女女就很乱，差就更别说了，什么人品也不好，有些人人品也不好，或者说是设备也很差，演出的地方环境也很差，虽然脏乱差。大家还是很开心，很抱团的，就是都是好朋友啊，在一块玩。到武汉遇到了吴昊，弹吉他特别好。我们兄弟三个人就说玩一个乐队，然后我就跟王俊平、西东组了一个乐队，叫愤怒的狗眼。吴威他本身他就已经玩了很长时间，在武汉，所以我们到的时候只不过是，顺着他们那波风，然后哪儿有演出哪儿有好玩我们就过去，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都是 DIY， 就是当时没有正规的演出场地，在武汉三镇各个地方 disco 也好 pub 也好 club 也好，就是我们跟老板谈，我们自己带设备，自己画海报，一个学校一个学校这样贴，这个是当时做演出的唯一一个宣传的途径，联系演出啊，宣传啊，找场地啊，找设备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细节方面的事儿，我觉得那个时候不单单是冲劲儿，就是说以这种形式这种状态几个人能做成这件事儿，本身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有挑战或者很刺激的一件事。每次演出的时候会很兴奋，不管你是去学校或者去一个什么酒吧呀，你有那种欲望要表现一个东西出来。我们在高校巡演的时候，有学校的领导来，他们担心，他们害怕，他们就害怕人群聚集在一块，知道吧？然后很
很激烈、很亢奋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停止我们演出，校领导给拉闸了。大部分的酒吧演出场所就是我们演了一次，就第二次就老板不会再让我们去演，因为他们不习惯这种音乐，客人也受不了。武汉这四五支乐队，朋克乐队，他那个时候有点像帮派一样的，他无为就是武汉的老大哥呀、啊，他是地头蛇，吴老大，我们都叫吴老大。演出一波风，哗，全都过来。汉口青少年宫要搞一个演出活动，那个活动是纪念柯本的那个活动，我就去看他们的演出。我当时在学校也都看到这个海报了，就觉得哎呀，武汉也有这种活动，就跑去看了，大家很快熟识起来了。那一个阶段，我记得我买到涅槃的那张漂白的专辑的时候，戴上耳机，然后深夜的时候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就一边听一边无声的就哭，更像是你的孤独感，你找到原因了，找到了跟你灵魂相通的人。什么猫？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火是吧？好一拉青岛哎，他好多朋友都死在那里。没得，没得。没有那段时间呢，这帮人的话隔三差五就聚在一起，聚集地点呢就是无外乎是要么张海家，要么是吴维家。我记得那次出发去江汉路涂鸦这个事情，就是在吴维家的楼下，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喝过酒了，还不知道干嘛，然后大家自己凑了点份子就去买喷漆，顺着那个商业街就往那边去。沿路就看到有什么地方能涂就直接就上了，那时候完全也不管是不是最后涂鸦会涂出个什么结果来，当众撒尿啊，调戏女孩啊，然后从什么出租车上面踩过去，然后再跳下去啊，一条路就闹得比较乱，捣乱啊，或者是演出啊，什么都有。演完出一兴奋就会去裸奔，然后警察逮，然后就满大街跑，跑，一路跑到一个巷子里头，我突然就绊倒了，摔了一跤。我一摔倒，后面人就追上来了。我抬头一看，操！万松园派出所，我怎么在派出所的门口摔倒了？当时是在暑假期间，我爸爸就很愤怒，就是接受不了这种事情，在他们眼里什么摇滚乐就跟吸毒滥交什么差不多的。其实我那个时候心里还是蛮痛苦的，环境氛围就是只会把你当成是一个可能会成为床伴式的角色吧。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对你的感觉不是在探讨音乐，可能他们跟你在一块儿更多愿意跟你探讨的是一会儿要不要去打一炮。我们都爱朋克，跟男孩一样是在朋克音乐里头去感受力量，想跟这些伙伴们一起去分享这种力量。
亲他们一直知道我喜欢摇滚乐，就是强烈的反对，反对到在我上学的期间就一直以不给生活费那种这种方式来等于想压制我，每天连一顿饱饭都吃不起，然后就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后来那个一直到2001年的秋天吧，当时呢就是听说有两个我们学校的校友，就应该算是学长吧，然后不认识的，他们可能想毕业了以后做点小买卖。我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时候就灵机一动，跑过去跟他们游说了一下，忽悠了一下，然后就我们三个人合作开了当时那个 Boys Toys 酒吧。然后当时开那个酒吧了以后，我的注意力就全部都在这里，然后学业就荒废了，然后每天就是在酒吧里头想着怎么给大家弄个朋克演出啊，然后自己乐队排练写歌啊，还想到哪去演演出，然后我就彻底把那个学给退了。我是一心一意想要玩朋克的，但是我还有两个合伙人，他们肯定是想创业挣钱，每一次搞那种朋克演出，这伙人去了以后又没个钱喝酒，我就都是给大家随便喝，然后喝多了以后就开始砸，最后我记得那酒吧在经营了半年以后，就是连那杯子都找不着俩一样的，然后洗手间里那些什么水台子呀什么全都被砸了，就能砸都砸，然后就经营不下去了。然后当时我是什么，就是血本无归吧，因为我那一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就是买两个馒头，然后跑到附近一个小超市，每天去那里偷一个罐头回来，就靠那样活。并不是说偷东西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据我所知，反正我身边的这一群人应该是都偷磁带 CD， 我都是偷这些的高手。就因为就是想要这些，但是没有钱买。吴为可能很厉害的，可能还偷过一把吉他。他每天都到那个琴行里去，然后呢他说我想试一下这个吉他，那把吉他可能是那个琴行里面最贵的，然后呢他就每天都去带了个起子短的，每天都把接口那个螺丝松一点，就是每次都松一点，每次都松一点，大概去了连续去了七八天，然后直到有一天可以把那个琴完全拆成两半了，然后他就迅速的把它拆成两半之后放在那一个包里面，然后走之前还跟那个琴行老板说，哎，我走了。给你们这些乐队做一些网站，然后他也说可以，他说好，武汉 fucking city， 他说叫这个名字，我说这个名字是不是太过了一点，然后后来他就说那就叫武汉朋克吧。做网站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他希望武汉朋克这几个乐队都到他们那个地方去演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外地的人邀请，我们也挺高兴，我说好啊好啊。那边老板说我们这儿环境怎么不错，然后场地巨大，给你们做非常好的宣传，然后你们做个长途汽车，那么我们包你们的所有人的来回路费，还有住，还有吃住，那么我好好好好。反正几个人就晕晕乎乎，然后早上凌晨，我记得是四五点钟，五点来钟吧，到了长治，然后过去看场地，哎呦，是个电影院，巨大，怎么着也得有800人的那种场子，规模的，哎，那也行啊，我们这几个乐队也声势浩大呀，很兴奋，其实我们也演得很兴奋，你知道吧？从来没有在这么大的地方演出，还这么多人，演了一会儿。强制性的给停下来了，当地政府不让演，我们就让他给我们报销路费啊，你知道吧？结果就找不到人了。
知道吧？就找不到人，然后结果我们没办法，就自己贴钱去买那个回去的那个票，当时就没钱都不够，你知道吧？都不够，到处想办法，东拼西凑的，你知道吧？然后才把这个钱给凑到。那一年的时候，就我身边的另外几个女孩，一共四个人，我们就琢磨着我们玩一个女子朋克乐队，我主唱，然后吉他手是吴维的那时候女朋友叫张燕，鼓手是胡娟。我觉得在舞台前面弹琴会被人很近距离的看着，我就觉得非常的不自然。我觉得当时发现，鼓手在后面，哎，鼓手那个位置不错，好像没什么能看到，而且打鼓也还蛮有意思的，好像可以很放开自己的那种情绪啊，大的感觉，那种感觉挺好的。然后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去留意这个打鼓。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朋友家门口，他们就问我有没有烟，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从北京回来带了有一包白色万宝路，知道吧？那个好像是那个时候武汉很少，但是北京比较多。然后我是有，我拿了一包出来，然后就听他一个人啊，百万，知道吧？这个女孩谁啊？又看她很年轻嘛，很小嘛，我也没多问。那他要了一根就给他一根了。他当时找我们那个鼓手朱宁学鼓，他去我们排练的地方学鼓练鼓，然后这样才开始接触、说话、聊天。胡娟吧，漂亮而且很可爱，而且非常非常皮，很闹，应该说她特别招人喜欢的那种吧，我疯狂的喜欢过上她。她吸引我的地方当时就是她的性格和她的对摇滚乐的了解认识。在她之前我都是认识一个女生，然后会问自己，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好像总是这样。直到有一天你碰到一个人，就很简单的就喜欢她。觉得这个女孩还蛮好，就找个机会就跟她表白呗，就说我喜欢你呗，就这样。和胡娟的恋爱是我的初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天都很美好。她跟康猫，然后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吧，组了一个女子乐队，哎，很有意思。到后来他们也去别的地方去演出，是去北京演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把乐器都拉在路边，然后就在路边接上音箱，那种感觉是蛮好的，晚上的时候。然后还有很多因为我们是卖艺的还会丢钱。其实不是，就是想找个地方自己演一下。我们2000年在北京演出之后，然后这帮姑娘们她们就各自有各自的感情问题了。胡娟呢，那个时候她一直在感情方面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人，她那会儿跟张海谈过一阵恋爱，然后就帮张海打鼓，然后对她要帮死多多打鼓，她就没法给我打鼓了，诺巴斯乐队就停滞下来了。我当时是回来绝食了3天，很想不通，那个时候人很单纯，就觉得乐队就跟命一样，然后是大家都是一家人，缺了一个受不了的。
我的父母亲他们就在家里给我打电话说你在哪，为什么放假不回家，我说我在北京呢，他们说你干嘛去了，我说我演出，然后他们就说限你24小时之内，如果我们见不到你的人回家的话，我们就断绝家庭关系。我记得有一天我就坐在一个胡同的一个台阶上，然后听着音乐，我就看着那个胡同顶上的一线的狭窄的蓝天，你知道吗？然后就想了很多，然后人也很散漫，当时状态。后来我就起来跑到小卖部，然后接了个电话，就给我们家里打一电话，就说那就断绝家庭关系吧，就这样。2001年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嘛，要出了第一张专辑之后，我们第一个鼓手朱宁离开乐队回到武汉。当时吴维他就想留在北京，我就说我不想待在北京，我自始至终我就没有喜欢过北京那个城市，你知道吗？就这样就离开了。然后我就在北京待着，然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然后就停滞了1年多。如果这样你再要继续要做这个乐队，就是需要其他的新的人在这个里面。然后我突然有一天我想到，哎，我觉得他也是打鼓的，我就干脆叫他打。当时他的技工还不是很好，很没有自信嘛。然后每天下午带他去排练房练鼓，晚上就是吃完饭一块跑步，然后练体力。吴维还蛮有彬彬有礼的。并不像他外表那么粗犷，因为他的乐队我也当时还是很喜欢的，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当时是。然后有一个鼓里真心打理风声。这样几个月之后呢，就是开始跟乐队排练。有一次可能吴维也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吧，说希望我能加入生命之饼，接下来就用英语说了一句 Can you hear me？ 当时比较惊讶嘛，然后我说啊，你说什么？其实我听到了。然后他说啊，你没听到啊？那就算了吧。但我没说，他非常害羞嘛。当时就说 OK， 你那以后会知道的。加入生命之饼，成为生活中还有工作中的伴侣，一起去做想做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是还是蛮有憧憬的。在他之前我有另外一个女朋友在一块2年多的时间，如果只让我选择一个，那我真的很难选择，因为他们也是朋友，好朋友，所以我就很傻很天真的问，那我们三个人在一块，然后他扇了我一巴掌。我回想过这样一段对话，我爸妈就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啊，问我。我那个时候才21、22岁嘛，对吧？我就开玩笑说，我就30岁吧。我觉得这个是个很长的时间，2005年我30岁嘛。然后后来我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要不我们去拿个证嘛，啊，就在我住楼下，就是我们那个民政局。作为乐队来说，也在好像在正在进行中，然后生活上面还可以，感情上面都没问题。他既然说想结婚了，那就结婚吧。那段时间是精力最旺盛的一段时期，大部分的时间生活时间是放在乐队上面，音乐上面，因为都没有工作，大部分的时间就是排练、写歌、创作。生命之饼的歌词部分就他一个人在写，音乐部分的话一般都是他会出一个动机，然后我跟他在家里会再有一些丰富，然后在乐队里面细排。其实当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当时就在网上开了一个小店，然后卖一些当时乐手摇滚乐手喜欢穿的类似一些服饰。收入不是很稳定，但是还是有，偶尔还是会有收入。再是偶尔会有一些演出，有些演出费。当然可能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演出费是很低的，有时候基本上是自己要去贴钱去演出的。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乐队能继续，其他都 OK。当时那个时候是我最最难受，然后人生最灰暗的那种时候。我觉得心里自己有一把剑在你心里。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都是没有工作，父母对我就是恨之入骨那种。我在家里也不能笑也不能干什么，反正对我始终是那样。然后有个朋友带着大麻开始接触这个所谓的毒品啊。我记得我跟我们的朋友去大理，然后自己去摘那里的叶子，因为那里有很多，我们骑自行车然后看那种山上湖边啊，那去摘那些，很多人去摘。然后那个时候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都需要剪刀嘛，后来我们去买剪刀，超市人说这么多人买剪刀啊，剪刀脱销了。因为我们卖给别人的东西被警察抓了，然后还曝光了，报到中央电视台上面去了，然后我们一下就吓到了，说好吧停吧停吧就不搞了。然后我就去云南跟一个法国人学做披萨，这个店就是我卖的他们，然后我做了。哎，我给你煮个米，煮饭都20，三六，快点吃嘛，拿走。就上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种兴奋的感觉了，没有那种去要有一种东西有欲望要表现出来那种感觉，没有那种 power。 看我演出的人，我看到他们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这么多人来看我，然后他们都打扮的比我还酷，比我还有光鲜亮丽，然后我穿的破破烂烂的，我在舞台上面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然后表演给他们看，他们在下面好像很嗨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并不了解你这个东西，也并不真正的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音乐，你想表达什么东西。摇滚也就是魔鬼，因为那个东西很容易伤害你，这样的我可以放宽一点，就是这样，那个魔鬼还在，肯定在你心里。我是一个无聊流浪汉，那些能干的看电视四处乱转，我总想要写首歌把你感动。哎，搞不了，现在搞不了了，乱了。有强烈的梦想，就觉得北京这些乐队都太衰了，我们必须得搞个乐队灭了他们所有的。再找谁呢？后来把施玉东拉过来，就组建了萨克斯乐队。吴昊和康猫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一块儿，我自己就比较好打发，住我一哥们家里，他租的房子，然后我就过去蹭住去了，不用付房租，自个儿平时就随便吃东西，来点方便面在那会儿来说真是尖货。他们一般都吃挂面，你知道吧？什么都没有，就纯挂面，撒点盐。我操，石一东，你还买方便面了啊？料多给点我，要我那小料多。我说，
没戏，我说没戏，我说我还得窝个鸡蛋。我那时候找了一个工作，一个月1200块钱，900块钱交房租，剩下300块钱我们俩过日子。下班了以后就赶紧直奔那个排练室，排到晚上12点多，赶末班车回来。因为我们没钱打车什么的，就只能坐那种有能用月票的车，月票还是我们自己画的假月票，然后坐那种车就得倒4趟吧回家。到家都已经，然后到家门口了以后12点多，门口有一个24小时拉面馆，我们俩再吃上一碗拉面，就这样。然后就把这乐队慢慢弄起来了。一直有一个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更大的这个更多的群体朋友在一起玩，更多的那个氛围。99年离开生命之饼以后，我回来做了这个 Works， 联系一些乐队呀、来一起演出。当时朱宁在武汉开了第一间 live house， 听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太适合我了，我就专门给一些外地来武汉演出的一些大牌乐队，给他们做暖场的嘉宾乐队。Vox 刚开的时候，吴维可能那个时候正在北京，后来他回武汉了之后去 Vox， 当时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长得特别怪，很丑，又壮又高，反正挺有特点的一个人。当时我们乐队正属于停滞状态，因为没有乐手。然后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乐队，他说他做什么，我说你弹吉他，他说他不会弹吉他。我就说我不会弹琴，他说要不这样吧，你去买把琴我来教你。吴维叫我弹吉他，那时候我就在吴维家住了3个月，地狱式训练了。他是一个很聪明的，点完第一场出所有人都惊了，你知道吧，就觉得不可思议，3个月从不会弹琴一点不会到可以站在台上演出，所以大家都很吃惊。I'm gonna go
一个同学，然后说一个要个笛子手，你去试一下吧。我当时是穿着一个皮夹克，然后梳着机关头，身上还有很多铆钉啊，然后衣服上很多这种很怪的东西，特别是身上还有纹身。然后当时一过来之后，他说就是你是吧，我说是的。我当时就很害怕，然后他说走吧，去我家里吧。哇，这种感觉太奇怪了，这原来在电视剧里面看的那种黑社会那种感觉的东西真的在我身边出现了。当时家里好像是七楼，只有一条很窄的街道，然后往上走，一进了他家门更加强化了我这种意识。然后他家里挂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旗子，然后当时那个旗子上画的是个骷髅头，然后当时我也觉得这个真的是差不多了，我也今天就到这里了，我觉得今天他说啥我都得答应。然后他就说你会不会吹笛子，我说会。你会不会吹这个笛子，我说我会，就成为他的笛子手了。大学毕业了以后了，也在坚持玩乐队，但是父母不太支持了，因为我不找工作，没有人给我钱，然后只能不停地换女朋友，不停地住。对，之前我身上只有4块钱人民币，我买了包烟就1分钱都没有了，就上飞机了。欧洲买烟是很贵的，最便宜的它是5欧，折合人民币也得50块钱。我身上也没有钱，那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发现欧洲有一个特点，每次演完出散场之后 live house 的就是舞池这里，你可以在地上捡钱，好多钱，别人玩的时候蹦出来的钱，那种零钱他们也懒得捡，然后我就负责在那边捡钱，捡完了之后就出去买烟，一个多月就这么混下来的。当我下了那个飞机，走出这个机场，我感觉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很自由。Hello everybody, we are SMCB. Now is the punk's rebellion of China.在生活上面单独所有的那种浪漫的那种东西很少，更多的是以乐队的关系出去，其实才是我当时生活中的大部分。
美好的事情是很多，但是有两件让我觉得很怎么说，不是感觉那么特别好的事情倒是记得很深。记得有一次好像是在挪威，当时演出前我们进行试音，这试音的时间比我们预计的可能多出了那么一点点，吴为就非常的生气，就指责我，觉得这个试音的过程中是我在拖延这个时间，让这个乐队显得非常的不专业，我们两个就在吵架。后来我就嚎啕大哭，在演出的那个场地里面，很多人就那样看着，觉得非常的委屈，非常的不好。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样关系不一样，就我对其他人就是没有怎么吵，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关系，我可能没有特别的注意，可能发脾气啊或者争吵啊这样。因为当时玩乐队肯定都没有钱，然后两个人过得都挺苦的。女孩子嘛，她结了婚之后可能就对家庭会比较有要求，但是吴为又不可能满足得了。我决定做这一个事情，就是没车没房没钱，我自己接受得了，我自己选择这条路，我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也没有觉得很辛苦啊，或者觉得很累，或者觉得很不甘心，我没有这种。有没有意外？啊？你去查嘛。是不是胡萝卜汁啊？啊？9月29号。嗯。这个到0点就1点了，你把它说。我没有。后面没得味道吧？你看都多久嘞？好几天了。这个不要紧。我有一个想法说。没得劲。嗯，拜拜。2002年，我们第一张公开发行的专辑，每一首歌的歌词不是被删减，就是被改掉。2008年，我们发行了第二张 CD 专辑，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的歌词一个字都不能改。上市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警察去检查每一个音像制品店啊，或者文化产品，看到我们那张专辑叫《十年反抗》嘛，然后就问店反抗什么，就一帮警察就把我们的专辑全部收走了。我们还要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多久？还有多少愚昧的事会发生在这土地上？可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介意。每当我走在街上，就会想到自己。按照我们的乐队要求，歌词不能动，当时通不过的，不可能公开发行。我们之后的专辑我们自己做自己录，在演出的时候卖，按官方的说法就属于非法音像制品。乐队的话做出的音乐应该更加注重音乐性，但是吴为以他那种性格，可能他觉得这也就是辅助，更重要的还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吧。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两个不冲突，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朋克音乐，你所表达的东西就是要简单一点，直接一点。比如说我讨厌这个制度，讨厌这个工厂，我就骂他，我不想跟你玩什么那种七里八绕的那种。My eyes, my hatred
city of Beijing.在这个社会上发生那么多事情，给我的冲击力很大的，我要通过我的歌曲音乐来表达我的想法而已。任何一个乐队都希望自己被更多人喜欢，也希望你的演出的时候能来 很多人一呼百应，但是他的想法和一些做法可能会让乐队受到一些发展的一些限制，他做的和他想要的可能正好是相反的。哪怕有十万个人或者一千个人听到，对我的意义觉得不是很大，因为有多少人能真的了解。他作为一个乐队的一个主导，他是一个核心，他的那种意志是不能够被我和我们旁边人给动摇的。他认为这个东西该怎么做你就应该怎么做，我是只能服从，我觉得特别的痛苦。当他的想法越来越偏激之后，我又不能进行一个跟他的交流的话，我就觉得我自己的性格和想法都被压制，可以说。加入生命制品大概3年的时候，先是我第一次离队，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吴维跟胡娟两个人天天吵架，排练的时候也吵架，演出巡演的路上也吵架，吵着吵着我都烦了，然后我就说我真的不想玩了，然后胡娟就在电话那边哭，就说你回来吧，然后我们就玩那么长时间了，然后也找不到你那么合适的，你就回来接着玩。后来 我这么一听嘛，我就觉得也是，我这么走了也挺不负责任的，然后就回去了，又接着玩。我第二次离队，但是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我身体有点支撑不住了。排练的话，我一般下了公交车，拿着琴走到吴维家楼下，我就已经走不动了。每次都是叫给吴维打电话，他从6楼下来帮我把琴拿上去。身体感觉虚脱了，肯定是饥一顿饱一顿，把身体搞垮了。我就想，我自己玩不了乐队了，我可以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系的事情了。这个是我们的经纪人张华，先叫走。我联系了一个南京国际音乐节，那段时间好像当地政府比较紧张，然后就派了文化局的人，然后还当地的公安都过去了，然后我们一到场地，然后那个主办方的人就过来跟我说，哎，这次演出估计会有点麻烦，要你能不能跟乐队的成员说一声，演出的时候就不要瞎说话，有些歌就不要演了。有2首歌因为歌词问题就不让演，我说好吧，那还有8首，那吧，那就行。吃晚饭的时候他又接了一个电话，又有2首歌不让演，啊，我们说那6首，到第二天晚上演出我们在后台准备，又有1首歌不让演，我就5首歌，他说是啊。我就跟他说，那你今天上台的时候就别说话了，就从头到尾演完了，反正拿了钱我们就走吧。后来吴维说好的，结果一上台该说什么还是说什么。你到底是想要我说还是我唱啊？说唱，中国说唱最牛逼的第一天团，知道什么吗？不知道吗？不是，第一说唱团体，不对，中国第一说唱天团，共产党，啊，他们说的永远比我们唱的好听，知道吗？和我们甘拜下风。旁边的文化局的人就把我拽过去，他就说：“你上去跟他们说，不能再说了。”我就说好，我知道，结果他第2首歌演出之前又说了，
让他删减的歌他也没有删，继续演。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过来问我，你怎么回事，你跟他说了没有？我说我说了，你刚刚看到我上台说的。然后他就啪一巴掌就打过来了，他就被文化部门的官员给扇了两耳光，就说因为他没有阻止我们演奏。我们演完之后就直接有那些特警武警就站成两排，我们就顺着这个路走走走，哎，就怎么就直接上车了。吴为对社会有非常多的看法，然后社会的一些不公平呢，还有一些黑暗面呢，都非常让他生气和想去抒发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觉得这些东西不应该被忽略掉，应该有人大胆的说出来。但这个事情感觉好像又那么点危险，因为这个原因就被警察传讯过一到两次吧。我不希望他这人成为一个从事政治这么一个身份，因为我更希望我们是以一种艺术家或者是以一个从音乐的那种角度去做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怕过，要是一个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一个社会，对吧？才是正常的嘛。但中国不是这样。然后朋友就问他说：“那你做这个事情有没有考虑到过你的家人和你的老婆？”他说：“这需要牺牲的。有些事情，这种事情是需要牺牲的。”然后我们当时都很惊讶，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差不多就这样子。然后所以他觉得家庭和那个夫妻关系对他来说是一个负担吧，或者是牵绊。带上你的项链让我们一起走，因为这里已经越来越臭，穿上你的皮靴让我们走上街去，看看周围是他妈的小路。Washington DC， 他每年三月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凯尔特，就是音乐节。我们就搭了飞机，到了底特律机场。我们在机场的时候被美国的边境官给拦下来了，说我们的签证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入关的时候就说我们是来美国干什么，我说我们来演出啊，然后就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出境的一个办公室。当时我们办的是一个旅游访友签证吧，旅游签证，但是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办一个 P 类型的签证，因为我们是参加有付费演出的那个活动，有卖票的，所以我们应该办一个工作签证。但是我们去办签证的时候其实并不了解这些，所以就办错了签证吧，可能是他们就觉得这个问题是没办法调和的，你们只能回去。吴为当时一直在跟边境官在交涉，他觉得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应该也是热爱音乐的国家，不应该就随便的就让一个来美国演出的音乐家回去。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去美国大使馆申请的时候就是跟你们签证官说我们是来表演，但他们给我们这个签证，我说你们可以跟他们联系，但是他们说他们是两个部门。然后讲到最后我就说，那这样吧，我们就见我们的朋友看一下美国，对吧，就去旅游不演出。他说不行，对吧，
就我当时他就很生气，然后他们也很生气，对吧？就叫了一些安保人员过来，就强行帮我们行李，然后就上安排了一个飞机嘛，就当天晚上回亚洲的，回中国的飞机。嗯，我们觉得很失望，但是也没办法，还要坐十几个小时飞回来，而且整个人都肿掉了，真当时腿水肿了，肿了一圈，特别难受。从美国回来之后，过了不久吧，他就提出向我离婚。他的理由是，家庭生活拖累了他，他想去做更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天起来后第一句话就是跟我说 ：“OK， 我们今天去离婚吧，今天就去办吧。”当时朋友就跟我说：“你这个时候不要理他，他说的任何话你都不要理他，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很非正常的一个精神状态。你只要远离他就行了。”那天是我生病了吧，跟往常一样的。他说 ：“OK， 我们今天去把这个办一下吧。”他说：“我们就不要再拖了。”我说：“我今天是头很痛，我有点发烧。”他说：“啊，你发烧啊？你发烧还能走路不？能走路，哎，能走路我们就去呗。”然后那天就决定了吧，就去了。离婚是我提出来的，作为我来说没有控制自己的这个脾气或怎么样，就是可能没有给他太多的尊重。离婚之后就带了我的行李衣服，就在这个酒吧的沙发上面就住了三个月。这个酒吧是2009年开业的，我就开始在这里上班。我唯一的经济来源收入就是这个酒吧的工作。酒吧主要是以大学生、留学生、外教这样一个消费群体为主。大概我们离婚之后半年吧，他就提出来说想跟我再复婚。他说了很多，写了很多信，然后还包括跟朋友，希望朋友来劝说我回心转意。真的，你可能是失望的太多了，就是一点都没有办法让我再重新对这个人再重回一点信心。后来他慢慢的也就没有说了，我也根本就没有说什么。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我的店的生意，再就是我自己的 AV 大酒保的乐队。我的店就在他的酒吧旁边嘛，但是没有交流，没有任何的交流。我是准备离开武汉，把乐队就放弃了，然后去做其他的事情。When the buildings are falling, when the cities are burning, when the nightmare and predictions come true, what can people do? What are people waiting for? Happen just normal.When the dream was never beautiful and sweet, people afraid to sleep in the day full of tears and the blood covers the village. Disaster the city, the sand silent was different between here and the hell. Secret, list of names, how quickly would they be forgotten?
the bodies are buried deep in the ground. Oh, what they should be in a song.北京做乐队的话，其实机会会更多一些。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签不签约，要不要往上走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就一直拒绝不签，然后一直在 DIY。那个书上你是怎么弹那个的？还是 1, 2, 3, 4。演出，然后一直不能习惯那种真正的看起来很高大的、整洁的、漂亮的地方。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个脏 party， 这种脏 party 才是最纯洁的 party， 是吗？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现在有很大的开放度了，有很多的事情你都可以按自己意愿去做了。比方说我今天去哪玩，我今儿买个什么东西，买哪一种牌子，你可以说这个笼子是个大笼子，或你身上那条锁链还挺长的，但是不代表没有。因为张华一直在给我打电话鼓励我，知道吧？说你不要放弃这个乐队。基本上我决定重新做乐队，继续做乐队的这样一个力量，来自于一个是张华，一个是马吉亮，就是我们现在贝斯手。老吴是我认为中国最朋克的人，我觉得我们是能影响一些人的，只不过是多和少的问题。但你能影响100个、1000个，也是你这个乐队存在的社会价值和必要。他说吴威，我过来不是帮忙帮你演一两场出，我就来加入这个乐队，所以这个乐队不能停，这个国家需要这样的乐队。不是音，你得稍微加一两个。对，我就加两个别的音。加一两个。对，我还是用这个音来加，但是我不是音。那鼓的阶段呢？啊，鼓的阶段
他就还是想要八六的，但是我不弹切的，你试试。这个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风气、道德也好、文化也好、艺术也好，为什么会变得让我觉得都是很炒作、很假的一个东西？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个制度体制的问题，啊，然后呢，我就发现这些人大部分他们自己都不明白这个事情，都不知道，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这样，啊，也许他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对我在我的眼里，他们就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我做16年的音乐，我从来没有想过名利，我也没有想做什么英雄，我只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想做一个和他们不一样的一个人。那我觉得做这个音乐的过程，就是让我自己保持清醒的一个过程。我永远必须站在这个邪恶的制度的对面，啊！如果我没做到这一点，我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就是这样。一开始是风笛进，风笛进第一句之后，我们弹了一块鸭，小提琴也进。这里。很偶然的机会，也是我和鼓手一块儿认识了吴维，然后他叫我们过来帮忙帮他录音录新专辑，然后就这样大家没想到一合就觉得挺合适的，就一直玩到现在。我跟老卢接触，我10多岁的时候就跟他接触过，很早就听过《生命之名》。因为16岁的时候，父亲想让我去当兵。然后对没有办法拒绝他，然后就想了一个，就纹了一个身，做了第一个刺青，我就拒绝了他。在中国的，在中国刺青不能当兵。很小的时候，我的爸爸跟我提的最多的就是，他是亲眼看着他的父亲在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我家的舅舅被迫害死了。就文革的时候。对，文革的时候。我觉得这肯定是他一个最最惨痛的一个回忆。酒吧做到第二年的时候，然后认识我现在妻子。Melissa， 美国芝加哥的乐队，我们现在乐队6个人，只有他是自由的，我们社会只有歌唱和呐喊，知道吧？中国的希望在于你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制度才要改变，知道吧？以前每个人就是制度，知道我意思吗？在他们的这个不正常的社会，我只想做一个正常的人，在这个做乐队的过程中，让自己保持清醒。为他们代表。
上，我选择这个事情，是因为这个社会的需要。我永远站在邪恶势力的对面，就是这个舞台。哎，我不会撒了我手中的酒，更不会松开我的拳头。